line up, two to the left, and wait. Weltweit wird dem deutschen dualen Berufsausbildungssystem großes Interesse entgegengebracht. Dieses Interesse bedienen wir von der GFBM Akademie, in der Regel nicht allein, sondern in Zusammenarbeit mit Bildungsunternehmen, im gewerblich-technischen Bereich, mit Hochschulen, mit Innungen, Kammern und beruflichen Schulen. Den Schwerpunkt legen wir auf die Fortbildung von Berufsschullehrern, von Ausbildern im praktischen Bereich. Wir gestalten Seminare in China, aber auch in Deutschland zum Beispiel. Wir trainieren Ausbilder in der Durchführung von Prüfungen, um ihnen unser Anspruchsniveau, das wir in der dualen Ausbildung haben, zu vermitteln und ihnen damit die Gelegenheit geben, dieses Anspruchsniveau auch in ihren Ländern durchzusetzen. Wir befinden uns hier im Ausbildungsverbund TELTO, Bildungszentrum der IHK Potsdam. 来自中国舟山普陀科技学院的专业老师们在此观摩厨艺培训。 与此同时，老师们也观看了整个培训场地的关于技术方面的培训，比如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结合。那实践教学在场地，实践场地的如何的组织与学习，哪些教学方法？ Es gibt diese sogenannten Kernqualifikationen, die im ersten Ausbildungsjahr vermittelt werden müssen. Und die sind generell für alle Lehrlinge gleich. 德国职业教育培训学制通常为三年半的时间，第一学期为专业技术部分。 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级考试，也就是18个月以后的中级考试，第二部分为最后的结业认证考试。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在3年内完成其培训。整个考试全国统一时间、统一规模、统一模式。 其中包括理论考试部分和实际操作部分。要成为工业机械确切师的核心工作是不断的实际操作以及对工艺的不断打磨。 采尔集团两年前与柏林职教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采尔作为柏林职教集团培训服务机构，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至今，采尔考察了中国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舟山普陀科技学院。 从中，我们总结出中方的理论教学占很大的比例，但是作为切削师，对技术操作能力要求非常强的前提下，中方的实践教学比例相比之下却比较少而缺乏系统性。基于此，我们首要培训的目标人群为专业教师，注重培养其专业技术能力与专业教学方法能力。培训的目标水平为德国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中级考试水平。 实践考试项目为制作螺旋压力器。来自舟山普陀科技学院的切削专业老师在采尔进行专业进修，每位专业老师都有一个工作文件夹，实操项目为制作螺旋压力器。培训接近尾声的时候。 每位老师将完成德国圆形的中级考试，其中以实践考试为主，考试时间为5个半小时。每位老师将独立制作考试模型螺旋压力器的5个组成部分，考试的最后部分为成绩考核，其中包括自我考核与考官考核。考试结束后，中方老师承载着丰厚的成果与目标，回归到自己的。 国内的教学活动中。
德国每年将有50万的考生参加德国联邦组织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整个考试过程有非常高的难度，不是每位学生都非常容易的、非常简单的通过考试。那么未通过考试的考生将有一次补考机会。中德两国职业教育的区别、质的区别在于体制的区别。柏林职教集团在未来将继续不懈努力地置身于中德两国职业教育的深入研究，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以汉化，通过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与方法，跟中方伙伴一起完成汉化工作，发展职业教育，同时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